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男嘉宾的六项信息，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就语音爱情观和高光时刻。太有意思了，我们现在就看一个。给我放。Hello， 我也不太会介绍自己，那个。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男生，然后呢，又来是被笑的巨蟹座，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可以开开心心的，然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可爱，感觉有点可爱，后面都说话说成这样了，他一定不内向，我还内向嘞，外向到爆好吗？互相鼓励上进，希望对方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作为男孩子我要付出的多一些，因为我就这样觉得，我不管这怎么可能内向，就都有狗头了，在我的爱情观里男孩子要扛的责任很重很重，这性格太活泼了，可能比我还活泼。好啊，反恐精英单排 top 一千星星，哇塞 top 一千这很高吗？我不懂游戏啊，但我感觉排1000多名就还好吧，挺好的。